Oh, hey, Jonathan. Hey, Mark. How are you? Good. How are you? Good. Good. Are you listening to music? Yeah. Cool. Are you listening to classical music? Nah. Do you like... Are you listening to folk music?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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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Are you listening to rap music? Nope. No? No. Okay. Mark? The music was rock!所以跟他们无论在生活方式还是交流，还有看一些问题的方法上，我觉得都差不多。所以这种文化差异导致的不顺畅应该不存在。其实如果你去 Wiki 的话，然后你可以找到 Stoner 的一些解释，然后他可能会和一些不好的东西相关，然后说是那个当你达到那种状态的时候，你的人就石化了，然后就像一个石头一样呆呆站在那儿。但其实给我的感觉，Stoner 给我感觉，单从音乐上来说，它其实继承了很多，摇滚乐还有硬摇滚最早出现的那种东西。然后就是我刚才说到它的即兴的成分，还有它那种迷幻性、迷幻摇滚的那种感觉。然后只是它和后来的heavy metal 有一些嫁接，然后衍生出了一种新的音乐风格。然后其实就是一些做 heavy metal 的人，但是去玩60年代的音乐。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它可能和drugs 没有关系。其实你不是一 smoker， 你也可以当 stoner。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也问我，就是说为什么会选择这种音乐做，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其实没有 stoner 文化。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被国人所谈论的特别话题特别多的一个事儿，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为什么不用中文唱。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换位思考一下，我一直认为还是那句话，就是我可能在隐喻那次也说过，就是摇滚乐、金属乐可能是，如果等值兑换的话，它应该属于西方的京剧。那么如果一个老外他唱京剧的话，他肯定势必是要用中文唱，那才保证原汁原味。我们只是遵循了一个对于这种艺术类型的一种尊重，所以我们选择了是用英文去创作。虽然说是不同国家的乐手吧，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还是摇滚。就是这东西就跟我第一次听他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当那吉他失真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那感觉让我特别怎么说呢，很兴奋吧。然后现在做音乐，我的目标就是每次我写出来的 riff 能让我自己起鸡皮疙瘩。Yeah, I agree with that. I think that music is universal in the way that when you're practicing, everyone is speaking the same language. And there's personality differences, but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nationality. We have some bands in common that we all like, but basically when we write music, everyone come with this idea in a really democratic way.If everyone likes the riff, we jam on it, and from there we keep working on that idea. Nico 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一点肉不吃。我也是。啊，对 ，Linda 也是，对 ，Linda 也是。我们是严格的肉食主义者，所以可能只有在这一点，每次吃饭会有一些分歧。